边吗？哦 ，blue pant 呢 ？blue pants， 蓝色内裤。好，我们继续啊 ，blue pant 蓝点。蓝红色。ROE 啊。蓝色对。啊，红色是什么？阿卡阿盖 pants。阿盖 pants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来哦，今天来开盲包。你很怕亏啊？怕亏啊！这个不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来开箱。过完年哈，休假还没休完，干那就被抓来拍片。泰山，你为什么不过年的时候多拍一点？你拍你的野马就好了、啊。对哇、啊，你有试车片一直试。干泰山今晚有人会免费的包膜啊？有来干嘛？哦是哦，干你啊，轻松谁来？哇，我叫你盖那个消光黑，好、哦，整来黑化。你还在看面试？好不好？别怕啦。好啦，科比传教士要开箱了，会会。这个是我先讲，他边开我边讲嘛。这个我们的要把它改成那个 CC 嘛 ，Core Plus Close 好啊，里面呢我们有计划有包含隔音，包含音响，我们都要帮它做全面的改装。所以我们这一集科P传教士先做一个小单元，就是音响的部分，科P教大家怎么升级影音。那这个是我打算要找一个我们那边中古的敲给音重低音，它线比较细的，好，这个就是功率没有那么大的可以用，所以装一个小的重低音喇叭就好了。哦，太硬啊、哦、把它全车的喇叭都升级，我还去查它的那个寸数，这六寸半的16公分、哦、跟我还没有起修的时候一样，六寸半6英寸耶，6英寸半耶，6英寸半，那这个是这个台湾品牌，这是音响店推荐的，因为我本来要全部买潘依娜的，他说潘依娜这个寸数卖完了，这个是几寸？马奇6寸半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我在讲内容，这个叫做同轴喇叭，就是它把高低音都做在一起同轴的。那我这个是单体的，单体的就是它的中音跟低音比较好，所以你看它高音喇叭分开，还有分音器，所以买两种哦，中音还中音。好，这边开箱完了。也是潘依娜的哦，它的这个导航主机这一台我一定要帮他讲一下，这个是那个小七车观点，好不好？帮他打一下，那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，他有一个商城。那我本来想要直接去商城买，我就问他说，哎、欸，那我如果因为我想要改影音嘛，啊，我是不是直接去买就好了？看他怎么回我，你说 啊，不用，我寄台给你啊。对了，我的下一集有答案，都代表啦，他这个涉世够深。社会化足够，哎呀，泰山的说话对了，就直接下标就好了。看，哎呀，这样你这样三个你没朋友啊、哦。小七哥果然是不错，他忙就说你挑一台，你跟我讲哪一台，我寄寄给你就好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挑最贵了啊、哦！谢谢小七哥啊、哦，我就挑了一台，可是我没有挑最贵的啦，因为哈、哦，我大概预算外给你这台离商城差10000块左右而已。哎、嗯，潘英那荧幕10000块左右，我干嘛？上好的嘞，一只一个海豚嘞，哇，哎、欸，蓝色海豚这样跳一跳，哎，一台要偌济啊？你知道？有啊，海豚机有啊，像水果都买10000块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便宜的。那我主要为什么没有挑最贵的？人就说免钱啊，正常合理来说我们是要挑贵的，可是我没有，因为我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我们装的效果不错，以后大家有机会就可以去那边买，实际价格你们自己去商城看好不好。潘依娜也大品牌，所以也不用怕有什么问题。好，开开了。哎、欸，面板是分离的耶，我哦，有没有、欸、平板主机哦，里面有一个主机也是卡接啊，还有线组，哎、欸，结合太吵了，有没有？操了鸟吗？还有屌吗？哎、欸，它这个可以移呢。对啊。然后我又去加购了这个，这个不是小七哥那边买的，这个我自己上网找的。它就是哈、哦，行车记录器有没有？啊，你主机的。对，整合在主机里，有没有车用辅助镜头？哦，你看高级了吧？主机升级之后呢？前后行车记录器加倒车显影。弄来。因为现在车刚好拆空了，车拆空装比较好装。在离岛，在离岛。后镜头、行车记录器，它、啊、行车记录器就是这种，长这样，这是记忆卡。记忆卡、说明书，然后这个是前行车记录器。哎、欸，这不凶哎，这起来刚刚3000几块。这一种就没有荧幕了，啊，荧幕就这样。对，荧幕就是靠它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有上网查，它是可以共用的，直接粘在前面。那个头可以放。
种就是逼近原厂规格，好不好？不锈来给，不锈挡住，给它处理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咱是买根据家这线边啊查，这干的这线几倍啊，拢几倍啊？哎、欸，这有一些不是学电子的，看到这一堆，妈的头都晕了。对，哎、欸，蔡善，这给你用，这个小套子你刚好可以用。哦，啊，这个是 GPS 的感应器，这天线啊，这几个啊。GPS 干啥 ？WiFi 平板啊，平板 WiFi 也在上网啊。它这个哦，就是什么 FR 的 out 声音的讯号哦，前面右边对，然后 RL 哦左后，所以它提供两组 AV 端子输出。这个就是让你接什么叫扩大机，你可以把声音直接用 AV 端线进扩大机，啊就不用接这个喇叭线就不用接了，就等于音源进去扩大机，然后扩大机再送到各个喇叭。那高音什么？高音甜。中音准，低音劲，一句讲晒，通透啦啫。还是啥？不管啦，反正就是经由那个扩大机出来。所以我们如果直接接喇叭，我们就接这个就好了。这个大部分是用不到的啦，可能只有 A B 端子输入我们用得到。好，处理了。还有没有椅子？坐零件，坐零件。先拆面板，这刚刚底下尿起来。我给它。给我那面板啊！哦，这面板贵拢阿跳了。不会吧？跳跳跳跳跳！风风箱连到天边，快落去就跳对啊！有跳吗？有啊！哦，耶！插头先拔起来，它这已经是改装的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照它的插头是一定是不共用，可是我们可以照它的，因为国际建设，我们照它的颜色接就好了。啊，泰山，你野马不是没电视，没道理的。哎呀，我叫到一台电视呢，你买不？你不要。人赞助你贴膜，我赞助你一台电视，你不需要哦。那泰山这么处理，别再违规弄兄弟。哦，对啊。但上次有一个人留言说你在那个成功交流道港建绿港建哦。你真正知啊？其实哦，坦白讲，未使搁接落啊。是较半段还是较后壁接？但是我感觉安尼可能较长，咱可能较好做事。哎、欸，但是你看伊这消化危险，你看。他这个虽然用热缩袋，你看，很多人都说哦，哎、欸，那怎么都不用热缩袋？我用我用热缩袋的夹呢。热缩袋其实无必太不靠问，你知道？而且较碎点啊。要不然其实这样这电线更认真一点，要怎样？你知道？啊，焊死。好了，不要紧啊，这个弱电而已。啊，你有得贴布吗？我不会，无。我有贴。我只要贴热缩拢会使。妈呀，卖个缩啊啦！他说你看这些毛分正负极，你看 L 加。接罗剪，你知道如果一个接反的会怎样吗？喇叭本来正常是砰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咕，它就砰砰砰，不不，特 Q 你知道？它会跟别的喇叭相反啊，它就会抵消，声音就会不好啊，级别爆炸，就是音质就会变不好。哎、欸，比想象中快很多哎、欸，变差爽。哪地方？弹掉。我知我知，冇紧啦，一光一杯蛋啦。啊，一杯蛋哦。啦，一杯蛋啥？冇紧，我给它供起。我给它供起，它去。你看，我们拍个片多辛苦啊，弄一弄都会被叫出场，要转台，你知道吗？公台私台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去过。那你到底都去些什么地方？啊、你是不是都去女仆咖啡厅？没有。干你自己讲，你去日本有没有去过女仆咖啡厅？你没有。直视咖啡厅啊、哦，是是是是是。以前啊，那个菜鸟的时候有没有？然后就卖客人车啊。然后就跟你变朋友嘛，然后就讨论啊，想要装音响啊，要改扩大机啊，要改重低音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跟客人约，在他家门口就帮他装，很困难，拿个手电筒在那边帮他装。可是，一般都会约到什么洗车场？那时候洗车场没有那么盛行，好不好？看啊，你知道卖一台车售后服务还要做到那么紧绷。可是以前哦，觉得装这个很有成就感。就弄好，然后哇，棒棒棒，有没有声音的啊？还是什么？就很爽。哎、欸，干啊！最近吃很胖，不要拍我肚子呢。你过年都没有运动？过年要运什么动啊？哎呀、啊，过年就是他妈的摆烂了。我不是你平常就是摆烂，我只有过年可以摆烂呢，要好好把握可以摆烂的时间呢。哎、欸，好了呢，吃完饭啊。哇、哦，拍硬啊！为什么不能按？干，讲的太贵哦。啊，其实这其实是桌布，干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有了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然后擦一下天线。不错，好了，装好了，耶、yeah! ！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开小铃铛，拜拜。好，那如果这样有熄火，看他们记忆刚刚的99.7，对不对？各位。
所以它的记忆电源也没有接错。哇，欸，我是买错了，干，我怎么觉得我买错了？因为很大。对啊，这才那么小呢，买错就是下一集了，好不好？先讲好，好，先打开。欸，它这原厂喇叭没换过，你看按已经有声音了，好不好？正常来讲，喇叭它震动不能有这种额外的声音出现，还有这额外的声音出现就是派系啊。然后它这个里面有没有附赠高音喇叭嘛？然后这边有分音器，哇，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有质感？好啊，这很简单呐，那个主机送过来的声音两条嘛，进来，那它帮你分低跟高，一进二出，哦，它进来帮你的声音过滤成高跟低两组，所以你这个低音就是接到这个单体，高音就是接到高音喇叭，那到时候高音喇叭我们要把它设计在可能 A 出这个地方，清楚吗？清楚。好，清楚要处理哈。来来来，哎，接力接力！你好，荒魔的，过来看看啊！他应该是这样，我在猜了。大胆假设，假设应该没有罪吧？啊，没有罪哈。啊，这一个他应该可以接到那个我们一般的这个电源。啊，图画面嘞，哎，图画面你讲。哎嘛，哦，钱嘛，嗯，钱有了嘛？好，那我之前在那边啊，假设我今天插把鼓，没有嘞。胡阿伯，哇，厉害！厉害的，怎样？厉害的，有无？啊，我镜头有滴落吗？有啊，那已经插过，伊就枪破啊。好吧，好了，留言开启小铃铛。我大概讲解就可以了，因为要拍完了，大家看完，大家可能就睡着了。这个有两个做法嘛，第一藏在车子里面，第二放在假设放在这里，其实装在这里就比较简单的，假设你放这里啊，放着嘛，掉掉啊，就是以这一个喇叭，就是这两线剪开，直接把它锁在这里，两条喇叭，两条高音，就结束了，就不用动了，这是最简单，一般消费者或者是一般的教友，我们应该这样就可以了，如果你要高阶一点，这一颗要放在里面，其实就比较难用。为什么比较好？假设好，我这个是车身的嘛，藏在里面，就第一不会在这边口嗨，或者是淋到雨会坏掉。从这里接一条线，好，接在这里接好之后，再接两条高音喇叭放，看你要放哪个位置，出来放这里，再拉两条，从这里又跑来进里面，走这个里面。你说走这个线，对，砍车，就麻烦了，就麻烦了呀。老板的意思是用困难的，要用困难的。昨天都好了嘛？前面、后面、中都好了嘛？对啊，都好了。你看这个，
跟这个重低音是，对啊，这是放在这边椅子底下，你要放椅子底下，蛮重的，你的确。好感，很重耶，还蛮重的。我在拍给你看，你以为是便当哦？啊，像不像？我以为是很小的东西。它这一组啊，一个是接地嘛，好，接地就假设这里就可以了，接地嘛。这个是正电，然后叫来加正电。好啊，这两个啊，喇叭线，这两个接在喇叭就好了。这干单啊，这是干单啊。这主要是线啊，先留好就好了。是。我觉得之后主要是你要怎么藏而已啦。他说我跟你说藏很简单，男人的天性都会藏，藏私房钱，藏什么都会藏。藏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金屋藏娇，我们都会很会藏啦。我这个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是没有在藏钱的。你藏什么？你有没有钱可以藏啊？那你藏什么？人类躲起来了，藏起来了，让你找不到。那是我吧。好了，这一台弄完了就海阔天空了。事情太多，赶快做。还没有，这台要做隔音的、喔。还要做隔音哦、喔。对啊，饿了饿了。其实到时候啊，这线啊，只能大概位置啊，隔音在做的时候顺便把它顺便藏。对，随便藏起来封起来就好了。到时候这个就先拿起来，流线这里一定有洞嘛，这边再从这样穿出来就好了。差不多了，我那边给你倒倒，我你砰砰叫好啊。有线吗？有线。这蛮差吧？对啊，你好信头啊！无声音位的来，有电啊，有电，但是声音无来。AV 讯号线。哦，好嘞，我点一下。你讲这个其实是我在哈。启动键没接啊？哦，这个没有启动啊。大哥，嘿，你无启动键啊？启动键无接啦，他用声音这样接应该也可以啦。多啊！有这样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流行音乐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可以加喇叭掉。对吗？可以乱指挥。你想啥 ？A U S 不行。来 ，Sub 来 ，Sub Over。啊，你往上。来啊！注意哦，要变落哦，要变落哦。来喽！干不啊？干！当时有加这个啦，这是控制线啊，一个节控制的。干，他们那里无掉的。阿姨要接电吗？免。这盖就安尼就好啊，成功啊啦！确定？成功啊，讲落啊！你确定？来了，打个魔仙，确实一个。黑皮单子先卖啥？哦，黑皮单子先卖啥？没差不？没差不？差差啦！不好走不？五走，这么走啊？五啊啦，来，再来哦。来了。哎，无人你放蛮乖啦。好啦好啦，快点。老灰啊人，啊电子舞曲，再来哦。再给你震动。这差。五啊，哎呀，震动，我们看它震动。哈哈哈哈哈！到外去啊？大家，赞啦啊！赞！你广播卡真的叮当嘞！你讲嘞，你要底层 A 力，但是正常一般不会这么多，一般是这么多，这信号较清楚。A B 端子的信号应该是比较干净。啊，它这个两种声音输入都可以，一种就是喇叭线，有啊。可是一般喇叭线特别接错，应该要接后面的，因为你接头前的时候，你那个你想要人声清楚一点的时候，会变成是跟着变越大声。可是它这个另外它又有出这个控制器，所以就可以自己调大小声。压力有它不要震动那种啊。而且它又可以反向，相位可以反向，180度，按下去以后它就反弹。好了，拍完再把它拿起来装我的。就这样吗？恭喜你啊！好，可以结尾了。OK， 好吧，接下来就是还原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耶耶耶，都到位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你看喇叭，我们今天不是今天从全部做的就是四颗喇叭都更新，好，还装了两个高音喇叭，好，还装了一个重低音，啊，不如胖不是啊，胖不是面包哦，是胖，啊，再来就是开始要把线整理好、藏好，好啊，开始就要做隔音。那你整理线时要爱搞久了。
哎、欸，我整理好你再拍就好了啦。哦，哦对啊、哦，就好像你也知道嘛，在化妆的时候会比较丑啊，眼睛要翻啊，要做、啊、类似这样。过程不重要啊，我先弄好，你再来拍就好了。哦、对，你再把一些画面补进去就好了。那我可以约进化论过来帮我们弄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可以约了，可以约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也很难约，好不好？不会啊，我如果下礼拜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两天就弄好给你。好，我把一些不要的线啊留着，以后给泰山装啊。谢谢。QQ 已经 QQ 了，泰山你给他吹，我把金倒倒。没啦，我哪敢。记得啊，喜欢的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好，我才可以做更多的影片。五猪五狗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真的是不好捂啊，这捂了很久了。对，捂很久。我们捂差点难产。我们捂多久啊？好，捂很久了，真的很久了。过去年就开始用到现在。哦，真的，对吧？哦，其实每一台都很辛苦了，影片可能搞不好半个小时，对，就觉得很久。可是其实实际上我们做了好几个月，好，记得啊，记得要分享啊，多分享，对吧？我们辛苦才值得的，好，赶快弄，赶快弄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哦，继续用，继续用，哈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啊、快有了，快有了，快有了，有了！刚刚喇叭线无，快去买！哈哈哈！加钱买上紧，喇叭线你家无？妈还停工，停工好几天，跑去买喇叭线，买了三天。哇，下面还有！哇塞！对啊，妈没有喇叭线。你买上紧呐，全规波子开都有啊！好，大家。对啊，我买啊，来这有啊，干！我头啊想着，我运都要变。这都有啊，你妈！干这不是？这不是？还对啊！这条来对啊！还想对啊！我在买，连启动线都买好了，启动线在这边，还用喇叭线接。好。哎、欸、呀，启、啊、动线我嘛给你买好啊，搁用喇叭线。